Air Force One of One Air Force 一分之一 Yeah， 好久没买新鞋子了。这双鞋子纯粹在官网上面不小心看到，然后就觉得超好看的。官网的图就是整个拍到非常细节，超好看的。那看完那些图之后，但官网它的售价是有点高的，所以我到其他的电商平台去找，找到了超划算的 Air Force One of One， 哦，很普通的鞋盒啦，就是全灰的，但是它的 Nike 这边用也好像是看起来很像麦克笔，好，麦克笔画上去的这个 Air Force 一分之一，那这一款就是标榜就是它是用魔鬼毡的方式，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设计，所以不只是一双鞋啊，那也是有一个好玩的成分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造型想要的模样。好，那开箱，里面附了这张卡片 ，#AF1 of one， 那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个产品爆炸图，其实不是啊，它是指它可以拆解的部分只有哪些。我相信这一双白的蛮多网络上有开箱的，但是黑色的真的是非常少。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黑色这一双啦，喜欢才会买嘛。那它附了这一块这个很酷的一个 dashboard， 哦，这可以换鞋带，哦，很认真，鞋带上面都有 F1 的这个就是铝片嘛。然后这是它鞋的背面，鞋舌可以贴鞋舌，还有它的 smoosh 这个勾勾，哦，很有意思，一块板子让你玩，所以这穿是很有诚意啊，哦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买鞋子多附一个另外颜色的鞋带，其实就已经算有诚意了，我觉得。那这款 Air Force One of One 更是超有诚意的，给你一块板子，自己可以扩充自己好玩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双鞋。哇哦！我就是在官网上看到，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它是就是魔鬼毡的表面，就是可以全部换掉的表面。那我光看这个部分，它就是整双黑的，它的这个材质这种图案，其实这个有点那种怎么讲，就是 Kobe 的 Mamba 的那个球衣的那种蛇皮的蛇鳞纹路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感觉，哦，很好看。好看，就那种，也有点像那种 Jordan 的爆裂纹的一点点那种感觉，哦，就是这种雾面的这种材质，我觉得，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穿会亮面的鞋子，可能无法驾驭啊。那这样子的表面就觉得很好，那时候在官网上看到这个图片就觉得哇，好喜欢。那仔细看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它的这个表面是通通都可以拆开的，这样子。那我是本身就是喜欢这整个整体造型就是长这样子。好，中间缝缝的地方可以透出一点点红色的，好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基本上我也不会太会去改变它啦。但是这双鞋就是好玩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改变所有的地方嘛，像这个 Nike 的这个可以撕掉，其实整个鞋面几乎都能撕啊，全部，好，全部都能撕，后面这一片也可以撕，这样子，那就可以去替换这个想玩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像白色有一双，白色的这一双是撕开里面是黑色的底，那里面有一个很吸引我，就是你可以，其实这个东西可以，你可以做倒钩，就变成 Travis Scott 的感觉，哦，这很好玩啊，这样子。但是我个人是想穿出去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哦，就是直接就是这样一双整个这样出去。好，那既然能够玩，我们就玩玩看吧。
我又把它粘回去了。那如果留下橘勾也是蛮显眼的，橘红色的勾勾，那或是贴上绿色的勾勾，很好玩啊，很好玩的一双鞋。好，那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原本的模样，就是全黑，然后在裂缝中透出一点点红红橘橘的这种感觉，然后表面都是雾面的，我还是喜欢原本的样子。好，就把它恢复成原样，很有意思，很好玩的一双 Air Force。接下来来跟其他 Air Force 来做个比较好了。好，这是 Air Force， 那这一双是 Air Force 2，那这个号称孤居配色啦，那其实它的元素也是有孤居配色，就是红、黑、绿，那其实长得还蛮像的啦。那这样是 Air Force 2，它是属于滑板鞋 SB 哦 ，SB 是之前买的，那有兴趣的可以看开箱，右上角可以点击。哦，其实蛮像的啦，那整个风格其实不一样哈、哦，它这个有点这样子，这种麂皮的表面，然后这边是比较亮的。这个 Air Force 1 Air Force 2，那还可以比较一下这个 Air Force 1 Type N354 哦，一样都是 Air Force 啊，这是串旧了，稍微比较一下，长的模样差很多，一样都是 Air Force。那这个当然是比较传统街 Force 的造型，那这是已经有改过的，那这边也是有一个魔鬼毡，可以好比较一下。One of One 我还是喜欢它原本的样子啊，那虽然它有这么多好玩的功能，可以让我搭配，那平常是玩一下啦，或是有时候穿腻了嘛，穿腻了换一下造型，换一下鞋舌。好，换一下鞋带，好，也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很好玩啊。好，这就是大概好穿又好玩的 Air Force。我刚穿的时候有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因为它这边都是魔鬼毡，所以走路的时候它其实听得到吗？就是你这样子走路的时候，在弯曲的时候，多少会出现一些就是魔鬼毡的这种声音啊。但其实还好，我以为声音很大，就走起来，就是没办法静音啊，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压到这个魔鬼毡的声音这样。不过还好，就是无妨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就是 Air Force One of One 的简单的开箱。